听到吗？喂喂喂，听到吗？听咩到？听咩到？你好中意听我玩 beatbox 啊？吓、啊？啊？听得到？各位 beatbox 高手啊，辛苦啦啊！听唔听到啊？各位，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师傅啊，好痛啊！师傅嗰日真系好入戏，张卫健系我好欣赏嗰个演员嚟嘅。而家睇翻，我睇翻嗰阵时《西游记》都几大著作嘅，有江华，有啊师弟阿梁系嘛啊梁非凡，有黎耀祥阿麦包同埋阿黎耀祥，之后仲有张卫健。张卫健早几年如果师弟，我谂可能都有机会攞一个。我谂喎，系嘛？四大嗰、那个，跟住仲有咩黎姿又做咩白骨精啊？差唔多全台啲猛料都去晒，系嘛？之后观音大士系边个做啊？观音大士系盖明辉做定边个做啊？我唔系好记得。跟住全部都劲嘅，吓、啊！之后仲有阿边个？你好中意嗰个郭咩啊？郭正雄又做嗰个假嘅，不过呢个已经系第二集啊，假嘅孙悟空嘛，好似有做过一次。啊！做咩事啊？断咗啊？做咩事咁啊？睇到嘛？断鬼咗啊 ？OK 了？有冇问题 ？Over！咩事？睇唔睇到？各位，正常翻未啊？开咗喎，老友，冇事啊？有声，但系画面呢？好翻啦嘛？睇到啦嘛 ？F 5啦。好，黎英就问话 ：Hi Ted，can you see my FB photo？ 错嘛？今日黎英咧就 upload 我相相嘅，张相咧就系、是。成身咧戴住冷帽嗰啲，一身潮牌子，之后着一件好厚嗰啲几十件褛，好厚嗰啲背心，之后就留咗句 caption， 留咗一幅啊，留咗一句字，就系、是、冇口字边个唔嘅，吓、啊、就系、是、吓、啊，即系古代人咧就唔用落自己就称作自己第一人称个就冇口嗰、那个，即系你哋狂闹嗰个就会啊咩五 P 咩。Anti 嗰啲就会即刻打出嚟嗰唔啦，即系唔点点点，天气开始转凉了。咁咧佢就贴完呢幅图之后咧，立即就 A 万人咧就已经第一个人留言就系咩唔 Anti， 我话睇到吓，唔 Anti， 即系我又唔系几好，我话唔系几好啊，喺人哋 Facebook 我心谂，所以我跟住咧就跟住黎英就有个解释嘅，黎英就有个解释嘅，佢点样解释咧？佢就话。唔咧，佢话系解自己，佢冇用错，佢就咁讲。我想讲自己，佢话佢唔系用错，唔系个唔，系应咗喺度咁啊，跟住我就留咗两只字，我就话 M K， 我话咁，我就有礼貌啲，我有少少，我就含蓄少少，我就啊，我话 M K， 跟住好多人 like 噶，我 comment 都好黐线。话说咧，就有一日咧，我哋即系阿黎英就话，不如十二月食饭啦。佢话咁样讲，之后我就话真毒，我就12月25号咯。我哋个我之前讲过啦。之后咧好好笑，之后我就唔知佢系咩真毒黎英定咩咁样啦。之后我就话咩啊？我话金山毒霸达叔，我啊留报名咁样喺度留言啦。之后咩 KMDD 之后就又留言啊咩毒龙传，即系每个人都有个绰号咩 KMDD 毒龙传。即系郭大侠就叫咩独男无双郭大侠，佢系咁讲，好笑噶。我就正当我到时就会静候佢哋全部人放我飞机咯。之后佢肯定系 book 咗咩餐厅咩十个位。话说啦，上星期啊，咪喺天后撞到嗰个外国人嘅，我哋就原先系去打边炉嘅，我啊同啲 friend 指去打边炉。咁咧原本就约十个就话即系话边个希望唔好有人赖皮啦。咁样咧就打边炉，咁咧就最后咧就得翻，最后咧就得翻四个去嘅啫。啊，因为我系后入嘅，我系后面迟啲先加入嘅，我自己食个饭先，之后后来先陪佢哋食，陪人家坐。咁咧佢就原本 book 位啊 book 十个，
之后咧，佢就同嗰个打边炉嗰个老细讲：，老细啊，佢又打电话去，唔好意思啊，佢系由于咧嗰、那个，由于某啲原因咧，我哋原先由十个人咧，就变得四个去打边炉，可唔可以照去啊？佢咁样问个老细，之后你估下个老细点答？啊？你估下个老细点答？你估啊，估都估唔到，你一定估唔到，好有趣个老细。第一个反应系笑到，佢一讲出嚟咧就笑到抽筋。佢就话，听住啊，佢就话个老细一开头就喺度奸笑到冷笑几声之后，佢话咁啊，唉，我见你咁惨啊，嚟咗先讲啦。佢话我啊照留张台俾你啦，冇所谓啦。佢话。因为那张大台嚟嘅，佢留咗张十人台俾我，但系佢话算数啦，佢见你咁惨，你四个照嚟啦，佢话唔好迟到啊，佢系咁讲，快啲出门口啦，佢系咁讲。之后佢结果佢哋四个人即刻冲去霸位，咁啊成四个人就人哋以为佢哋系大少爷咩贵宾 V I P 嚟咩，就四个人就霸张十下十人台。啊，你个老细虽然佢系耻笑咗你几下，但系佢都有人情味嘅，香港都人间有情。佢就唉算数啦，算数啦。佢见你咁可怜，就照样俾你打边炉，惊你哋哇难得啊！佢话，跟住我 friend 讲出嚟，佢话我自己都觉得好笨，佢系咁讲啊咩？佢老细打边炉火锅，老细都系冷笑。之后佢一入铺头嘅时候，见到佢已经喺度自己嘅喺度揞住嘴咁喺度笑，啊好嚟啦！又落雨波呢排，佢咪跟 FIFA 唔知系咪跟翻啲天气嘅，真系黐线喎！真系呢排打出得差唔多九成九都系落雨，有冇留意到啊？吓，极少踢嗰啲系冇落雨嘅波。好嚟啦，笑点在哪？你谂下十四，你谂下如果有啊，若你 book 个原先谂住十几个人去野餐或者去露营 BBQ， 之后最后你去到嗰个糟炉啊，例如话你去咩烧烤场糟炉。跟住你話唔該，我啊 book 十個人，即係話我哋今晚 BBQ 啊，之後到時就全部人放你飛機，跟住你又好想 B 啊，或者你去到先知，係嘛？佢哋你又等咗成粒鐘啦，跟住啲人未嚟，之後佢哋突然間同你講，喂，打個電話俾你，啊陳仔啊，啊我哋全部其他嗰九個人唔嚟 B 啦，你自己一個 B 啦 ，bye， 跟住即刻吸你線。之后你点算咧？你已经坐落去，你就只能够同嗰个中龙嗰条友你就讲啦。喂，唔该，老板娘啊，唔好意思吓、由于某啲原因嘅关系，你都唔知点讲好，因为我太毒，俾人放飞机啊，因为咁样啊，你好尴尬嘛？某啲原因，咁啊得翻一条友啦，唔知点处理好咧？咁样系嘛？你都要你谂下，你又要问翻个老板娘，你点算好啊？我做 B 好啊？佢咁讲。系嘛？呢个好悲哀嘅。嗰个老板娘就笑冷笑几声，笑你咁笨。但之后都最后咧都即系啲点讲啊？都依然雪中送炭啦。见你咁惨啊，你笑啦，你一个人笑啦，个霸气啲，当自己皇帝。佢话俾你享受翻啲虚荣感。小心啊！嚟啦，红啊红先，宁波啊，好，打埋嚟啦。潮州话呢个红衫，查有冇睇恒大对拜仁慕尼黑啊？嗰个你有冇睇？有几多？有冇人支持恒大啊？广州恒大吓、中国人嚟喎，中国波好少可打到呢啲咁世界级嘅水准赛事。咁咧话说就恒大寻日都好大镬噶啦，因为咧你知拜仁几 fit 噶啦系嘛？跟住你成扎劲人不得止。咩梅拿列贝利啊、丹远洛宾啊等等，劲人唔使讲啦。之后哥迪奥拿教前巴塞嘅教练啊，人马啊当 fit 噶啦，状态点都系一等一噶啦。咁啊恒大咧就即系肯定系想再晋级噶啦，即系搏晒老命咁踢啦。但系咧就依然咧就始终个实力嘅争太远啦嘛。巴塞嗰啲都唔够拜仁踢啊。巴塞、皇马啲差唔多冇一队够打，你支持恒大啊？正知咁啊！寻日咧就你都知啊吓，中国恒大咧就箭头咧，广州个恒大咧就系、是、靠嗰个三个外援噶嘛，系嘛？就三个外援喺边度嚟噶？有啲咩慕奇里啊，定咩巴西啊嘛？
乜靠呢个外援啊入波，但系可惜咧，嗰个后防咧，始终我未够水准啊！寻日拜仁就狂嚼啲贝利定边个都已经中差唔多，真系好似玩 FIFA 咁，一场中三四球柱啊！有冇睇到啊？咁啊，有一次攻势，有一球俾得好靓嘅直线嘅恒大，唔知边个俾嘅，唔知系咪郑智定点啊？俾咗个前锋，跟前锋就去到。跑得好快噶，前锋都跑得爆赢咗，爆赢咗拜仁啲后卫噶，佢中间都照爆，个直线又俾得好靓嘅，啱啱就到佢脚，之后就可惜拜门嗰脚咧就射得唔系几靓，就如果佢射到咧就啱啱好啊追平呢个2-1，即系恒大啲都守得算好啦，佢系去到上半场 last 几分钟先俾人入队入嗰一球噶嘛，啊，好，哇俾人咁样冇事啊！俾拱冧咗，咁啊，最后就惨吞啊，3-0。咁咧事后咧就有啲，我上高登睇 post 咧就话咩有韩国嗰啲球迷就话咩，佢有冇搞错啊？佢话点解？佢话点解恒大佢明明系嗰、那个攞个亚洲嗰个联亚洲球会啊冠军杯咧、那个冠军，有乜可能？佢点解都可以输三粒咁多咁难睇啊？佢咁讲话咩？如果系。韩国唔知边队，我唔知佢哋可能韩国 fans 系之前首尔 FC 系嘛，首尔 FC fans 咧就喺度咁样话啊嘛，佢就话如果首尔 FC 打一定会输得咁难睇，佢咁讲，跟住就全部人咧就喺度闹佢，啊，全部啊嗰啲高登嗰啲友就喺度话佢黐孖筋，佢话拜仁 top fit 啊世界波嚟噶，我巴塞都俾佢炒。巴塞都被人炒唔知四球啊，定几多球？好啊，嗰啲凭咩啊？你咁讲啱唔啱啊？佢系咁讲，咁啊，算系咁啦。我都觉得打呢个拜仁慕尼黑，佢毕竟我哋嗰个足球都唔系话发展得好成熟啊，或者点啊，算系咁啦。今年都个阿恒大都交足功课噶啦，啊，你话下年都系更好咧，又攞啲钱又买啲劲人翻嚟咯，杜巴啲买翻嚟咯。啊！买个杜巴，有边个买得？中国咁多钱，点解唔高薪买 C 朗、美斯翻嚟？哇！国家要你赢啊！我感觉岂有此理，上年输俾德国佬系嘛？个首尔 FC 牙刷刷，佢话斗有钱，边个救我哋？我哋中国最多嘅钱，攞国库啲钱出嚟，怼每人，佢话美斯你开个价嚟香港，我系同佢飙，我直接同佢倾，你点睇？上咩月球啊？搞掂地球嗰啲先算啦，系嘛？月球有咩用？整成日整啲咩穿梭机、太空船、咩卫星、咩嫦娥几号啊？嘥晒啲钱啊！我攞啲钱嚟买，一人买一个战后。你点几个名？我去同习近平嗰啲倾倾，买克里老啦，唔好啦，我哋买斯朗美斯 top fit 最好啊，买球证。哇！你又啱啊！你有脑啊！吓是系咪即刻话？但系唔系，你买球证都未必有用。你啦，我哋恒大咧都系得一球攻势，你要跌落，你要插水都难嘅，有个困难，唔系咁易啊，都得嘅，系咁嗨一嗨，即刻俾嗰啲拜仁嗰啲或者嗰啲球队咧一掂多，一俾人掂一掂啊，即刻弹低，系嘛？即刻判佢哋红牌，唔知几多红牌啊？当唔知。3-0噶嘛，系嘛？唔知嗰啲 FIFA 都系咁啊，五个人红牌啊，即刻赢。你又聪明喎啊，买球证嘅话仲平啲。但我哋要为咗国家嘅长远利益就唔可以咁，我哋买晒，我哋将成队英超嗰啲球员，我哋全部英超嗰啲又全部过晒嚟，全部过嚟，咁啊全部摆晒落去嗰度吓，每个我哋重新帮佢分配啊，我哋系嘛？我哋旧有嗰啲阿仙奴嗰啲乜鬼嘢，我哋拆晒佢，我哋买晒西甲。我哋整个梦幻嘅联赛，将所有球星好俾落去嚟英，将个英超啊、意甲啊、德甲全部一等一高手全部买晒翻嚟喺中超踢，然后我哋拆分散晒，自己分布各地，我哋吓仲好睇，点睇？好俾落去，呢度已经讲紧成系应该要使到百几亿嘅啦，如果要买晒成队全部顶级联赛翻嚟啊，好。小心啊！嚟啦，郭大侠，俾到落去，转身掉你，靓啊，路飞，可惜啊！
膊头有花嘅全部攞入嚟。诶、哎，我话全部我哋去到我哋话中邦中超买球员，我就话年薪唔知过几多千万嘅就嚟，否则，哎呀，俾人咁样冧埋落去。我话唔过年薪唔系劲嗰啲唔好过嚟啦，啊，未攞个足球先生嗰啲唔该弹开，我哋就系中国净系招贤纳士。好，我哋一定要，但我哋一定要加翻李建和落去嘅，因为呢个咧系香港足球先生，我哋要揾李建和，我哋咁样先代表中国劲嘅。即系如果你系请嗰啲鬼佬教练啊，或者外援太多唔得嘅，啊，一定要请翻外援都可以，即系可以有六七个嗰啲鬼佬球员嘅。但是最紧要有个中国教练话我哋教出嚟嘅咁样，我哋揾翻李建和教，咁就话全教我哋教斯朗美斯，我哋对波全部劲嘅，斯朗美斯、梅拿、列贝利、洛宾，系嘛咩吓巴尔、巴里，跟住嗰啲全部揞晒落去，哇！真系劲到抽筋，好嚟啦，出埋力呢个上天残脚怼落去，咁啊！今日咧就有人又繼續嗰、那個繼續喺度都係有啲有討論咧嗰、那個 TVB 嗰啲嘢咧，今日睇到個 post 好有趣，佢話當年咧明明咧啊唱 K 咧明明係紅過馬明啊嗰啲咁樣，但係點解做極都仲係袁亞綠？佢話嗰陣時咧有咩奧運五子話咩唱 K 啊林峰啊嗰陣時係最紅嘅，係、啊、嘛馬明都冇咩人識，係嘛佢話近幾年咧林峰咧都擔正啦做男一㗎啦男主角。咁啊，陳建峰啊，翻大陸咧賺人仔。咁啊，馬明咧就係視帝候選人。咁啊，仲有一個唔記得係乜水啊？點解唱 K 咧就永遠都半紅不黑？佢就咁講。咁啊，仲有一個咧就其實咧奧運咧就其實當年咩唔係奧運五子係六子，其中有一個叫黎諾兒嘅就係嗰咩愛回家個馬壯，跟住就而家咧就。大頭盔線呢啲啊，全部我睇嘅，唔係不代表本人立場。咁有啲友就話咩馬壯咧，就因為佢話演技唔係幾好嘅啫嘛，所以咧就當俾人咧就慢慢咧就嚇、啊，即係少咗氣氛啊，或者點啦。咁啊，佢話唱 K 咧，佢話唱 K 咧本身咧係好紅噶，咩咩《大唐雙龍傳》啊，係嘛，你好興噶嘛，嗰啲古嗰啲少少嘅地踎型浪子類嗰啲角色，一定揾阿吳卓羲做噶嘛。你知唔知啊？冲上云霄一啊，都系净系得阿吴卓羲有份嘅，做咩挨石啊嘛？嗰阵时气氛好多啊，跟住话冲上云霄二咧，吴卓羲咧个气氛咧就变咗咩配角咁样啊？你有冇留意到啊？啊，跟住就话吴卓羲好惨，之后佢话同埋吴阿唱 K 咧，佢话都黑仔啊，佢话咩？佢话唔知点样做太谂个代言人咧，做下咩太谂都执鬼埋嘅感觉。哇！跟住又喺度讲啊，嗰阵时咧就两剂唔好彩，佢咁啱可能佢掠嚟定点讲英文就俾你哋系咁喺度话病。嗰阵时佢讲个咩 Johnny Deep， 第一次唔知讲咩，讲专利迪普，跟住讲 Johnny Deep。好，嚟啦！呢、這个直线俾得你噶，再斩佢，可惜啊，俾人啊烂到。即系第二次就系嗰个泰林嗰个广告咩卖飞佛，卖飞即系嗰个我的最爱啊，卖 favorite。佢又讀咗賣飛佛，佢讀得快啫，或者點啊？你可能你知廣告時間短啊，你冇可能咁掌握咁多種音節噶嘛，嚇、啊！佢啊整個你知我哋嚇好興整啲簡寫啊、簡讀嗰啲噶嘛，賣飛佛嚇、啊，好似讀下急口令，我有時都係咁 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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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快快脆脆啊，想讀完。你廣告時間真係一秒就好珍貴嘅，就驚嗰個冇時間或者點。嗱，例如嗰啲咩 one 啊 ，one two 啊嗰啲啊嘛，鬼佬好兴噶嘛。咁唱 K 其实佢有先见之明，佢系知道鬼佬兴咁样 ，OK 啦，就卖飞物，咁快快脆脆掠过咁啊，悭时间。咁啊，可惜，咁啊就俾你哋引为笑柄噶咁样，咁就唔系几好啦，就俾你系咁讲，讲咗几年都系继续，每次讲真唔唱 K， 你哋就讲呢啲咁嘅嘢，啊？好嚟啦，郭大侠一路爆落去，俾个直线啦，睇下点啦。黎英射落去，哎呀，可惜啊，都系啊，俾人啊拦到啊。好似仲有单嘢嘅，跟住唔啊唱 K 咧就有一段录音啊，佢之前好似咧就。
俾人俾記者定唔知點樣係話有段錄音啊嘛，即係話同女朋友傾偈啊，或者點樣嗰啲錄音啊流咗出嚟，哎呀！仲有一單嘢啊，唔唱 K 咧，仲有一單最經典嘅就係有一次做嗰個兒童節目，你記唔記得？即係個 TVB 兒童節啊，你記唔記得？嗰陣唔唱 K 就一定係講呢三寶嘅你哋，大鑊，我成日俾人頂入咗。咁咧佢就 TVB 兒童節咧嗰、那個佢就飾演王子啦，咁咧就有另一個女明星咧就飾演白雪公主嘅，你知唔知邊個啊？咁啊，佢啊，成個咁啊，當年佢哋有個接吻鏡頭定點樣咧？咁你哋成日就喺度 cap 翻嗰張圖喺度 loop。咁啊，通常嗰陣唔唱 K 就係呢、這個。你覺得咩？嗰、那個奧運五子你最中意邊個啊？嚇，林峰定啲啊？林峰啊，唔唱 K 啊，陳建峰、馬明。好，嚟啦，小心啊，對面啊，而家已經我哋時間冇多啦。睇下有冇機會再攻上前，你得上去啊！再嚟接得靚啊！呢下，睇你點發板啊！你已經吸到上去，要唔要射啊？可惜啊，刀啊俾人踩到，唔緊要，有我箍住個皮球，兩個埋嚟，哇拍得好緊啊！哇呢個人，呢個中堅好鬼硬正喎，黎英，好轉個靚邊先啊！哇想～正面啊，同佢鬥射，可惜都俾人攔到，仲係你黎英俾咗落去個大盒，想吸翻去啊，可惜俾人睇穿路數啊。好，你中意黃宗澤？黃宗澤最近有個咩廣告？我有朋友就話屙屎使唔使搞到咁樣啊？嗰、那個廣告就係喺度播啲音樂，即係跳嚟跳去，就講唔知整長遠定乜鬼嘢嘅咁啊！見到黃宗澤就露個腹肌出嚟啦，跟住就有啲絲帶啊，咁啊跟住啲音樂摁下摁下，咁嗰啲整腸丸咧就係、是、幫你咩通便咩縮便，咩為之縮便咧？就係佢話咧，有時咧你個腸咧就會積住啲屎喺度嘅，屙唔乾淨就叫縮便，咁啊嗰啲縮便咧就會搞到你個腩仔突咗出嚟嘅，咁啊肥啲或者點樣咧，有個肚腩一壓啲位啊，嗰啲就為之縮便，咁啊。咁啊，呢個黃宗澤咧就幫呢個廣告做代言啦，就因為呢、這個咁啊，由於佢可能佢身材健美啊，以前黃宗澤咩奧運五子啊，成日做咩跳水、游水嗰啲啊，嗰腹肌幾靚嘅，咁啊就幫呢個廣告做代言啦，咁就拍一個廣告咧，就係、是、為咗表現佢個腹部好健美定點樣，跟住啲音樂噔噔，跟住就喺度跳啊，喺度扭下身體啊，咁後面有條絲帶啊，咁樣。咁我朋友就喺度话，佢就话屙屎啫，佢话讲缩便，佢话屙屎使唔使搞到咁艺术？佢话喺度跳嚟跳去咁 enjoy， 佢系咁讲啊。个日本妹好正，有啲友就话系佢嗰阵时拍嗰个广告就系嗰个 partner 有个女仔，有个女仔版本嘅，黄宗泽就自己揈啦，咁亦都有个女仔喺度摁嘅啊。有巴打咩乜鬼嘢嘛？嗰、那個日本製嘢你都唔好食，我唔知係咪日本製造，日本製造嗰啲有輻射圈，你唔好食。講真，啊，即係嗰個爆完之後，我公司嘅 boss 都話咩唔好飲嗰啲水啊！啊，我去日本旅行千祈唔好飲日本啲水，佢係咁講，驚嗰啲佢話輻到嗰啲核輻射嗰啲水啊，佢話流曬落去啊，佢話千祈唔好飲嗰啲水。我公司個老細佢話咩飲，佢話飲可樂定乜鬼嘢，佢係咁講。佢話成程都飲可樂，佢係咁講，千祈唔好飲水，佢係咁講。其實咁樣身體都唔係幾好，但我而且我都唔知道日本啲可樂係咪日本整，其實一樣，因為點你液體嗰啲點都係有水溝落去㗎啦，係嘛？可能嗰成分冇咁少冇咁多啦。好，或者可樂可能幾年前做定嗰啲嘢，你知啊？嗰啲罐裝飲料咧就。好，俾落去。哎呀，罐装饮料啊，等好耐嘛。可能嗰啲吓，你同嗰啲士多房讲，喂，整上年嗰啲可乐嚟饮饮先，解解渴。cool 吓、啊，好。成程饮可乐系都好伤嘅，你知唔知啊？肾病定唔知咩胃都穿窿啊！可乐嗰啲，以前成日有啲新闻就话咩，有啲友净斋饮可乐噶，胃肚穿窿嘅定乜鬼嘢啊嘛？啊！有冇兄弟系喺屋企系斋饮咩雀巢柠檬茶啊？
或者咩咩，总之嗰啲纸包、柠檬茶啊、汽水之类，系从来唔饮水。我想知道有冇人嚟咁样。好，嚟啦，走埋嚟噶啦，中圈位置。好，俾咗上去。哎呀，有啲有位兄弟就话。哎呀，争少少啊，都攞唔到。有位兄弟就问咧，佢话喂，佢话咁去 AKB 啲握手会咧，就会唔会中辐射嗱？如果以一个科学嘅角度嚟答你咧，一辐射咧，嗰、那个能量咧系会寄落去人体入边嘅，你知唔知啊？即系如果当一个人咧系俾辐射感染咗咧，咁佢个人咧就会 keep 住系发放嗰啲吓有元素咧，辐射嗰啲能量就会 keep 住散发出嚟，就会变咗发射台，严格可以。发射几多咧？个数量咧，个剂量咧就唔知道啊，因为我唔系科学家，我唔太清楚个实质数据俾你听。但系佢系理论上佢系会带有个辐射会 keep 住发布嘅，佢会有可能即系会你会因为握手咁样就沾到少少咯，可能，但系应该影响唔到你人体嘅，我估就唔会影响到，即系唔似你话食嘅落肚啊。食飲水啊嗰啲咁大鑊啊，拖下手仔嗰啲都 OK 嘅，應該冇問題嘅，啊！你同佢講啦，我雖然你如果咧同 AB， 如果你想溝到個 AKB， 你當時就握手嘅時候，雖然你有輻射彈，我一定唔會介意你嘅，我願意拖你一世，我一嘢哇，掉落去，可惜啊，俾人咁樣。看 AV 会不会中辐射吓？睇 AV 咧就唔会中辐射，但系你可能都会有机会嘅。如果你用啲旧屎，即系你旧屎，当电嗰阵时未发明 LCD mon， 仲系用嗰啲胆机嗰啲啊，好大旧嗰啲后面成个冬菇嗰啲 mon CRT mon 嘅时候咧，咁你哋打钉嘅时候咧就成日控到个将眼怼落去个 mon 嗰度咧睇得多，因为嗰啲。嗰啲舊式嗰啲 mon 係有輻射嘅，就會有咯，就會咁樣沾染到。而且即使係而家 LCD mon 啊冇輻射，但亦都對你身體傷身，都係危害健康之物，就最好咧就少大為妙。咁啊，今日咧有單新聞咧都嚇、啊、有關呢啲啊成日影片女性嘅，話説咧就咁嘅，佢話咧有個以色列有個靚女模特兒啦，又係專影嗰啲性感相嗰啲嘅，好控下紅魔線啊，俾上去，可惜啊，俾得唔靚，唔好意思。咁啊，呢個性感嘅以色列模特兒咧就想影輯 sex 相，咁啊，今次咧佢呢個 sex 相咧就有啲特別嘅，就唔係齋咁樣喺度著泳衣小布啊，就咁搞掂嘅，佢就有個 partner。咁阿娜咧就叫咗条咧大蟒蛇啊，咁啊一齐影啦咁样，咁啊你知咁啊，一系嗰个有条蛇咁啊喺度躝下躝下，可能嗰个吓、啊、有啲啊变嘅，即系点讲啊，可能更加 sexy 啲咧喺个一般人嘅眼中入边，咁啊于是咧就咁啊考虑咁啊配搭，咁啊唔知点解啊呢条蛇咧就可能咧就因为抵受唔到呢个女仔嘅诱惑或者点啊，突然间失控。而且呢個女仔咧就一開頭咧就影落去咧冇問題嘅，條蛇就好乖喺佢身邊度捲嚟捲去。你知啊，因為蛇咧係嗰啲冷血動物，咁咧佢一見到嗰啲暖嘅嘢咧就好中意捲上去，因為可以攞到熱力啊嘛，佢感到體温可以加佢嘅體温嘛。咁啊人嗰個係卅幾度嘛，佢就會自然躝埋去咁樣捲住佢啦。咁啊一開頭影相都好順利，跟住後來呢個女 model 咧。唔知點解啦，可能佢又想更加 sexy 或者點想玩條蛇咧，就係咁啊拍佢個頭啊，又點樣啊捽佢啊，定點樣捏佢咧？跟住後來條蛇就暴走嬲得滯咧，就一嘢咬落佢個女模特兒個胸嗰度。咁咬之後，嗰個女模特兒梗係驚到黐線啦，因為流曬血啊，或者點樣啊，係嘛？咁啊即刻咧就 call 白車啊，定點樣啊？咁啊！啲工作人嚟到咧，就即系工作人员咧，见到咧都亦都帮手嘅，就即刻咧揿停条蛇，咁捉咗佢啦，咁样我立即咧送院医治。咁啊，经过证实啫，即系医院治疗之后咧，就话哦，我话好彩啦，佢话呢位女士，佢话即系咧，由于你系有做过嗰个隆胸嗰个手术嘅，佢系咁讲，佢就伤口咧就冇，即系佢话蛇咧就唔系咬到你啲伤口啊，主要咧就系、是、吓、啊、咬到你嗰个直胶袋。咁啊，所以你又冇咩太大嘅失血啊，亦都咧冇感染咩细菌啊，拍支破伤风针咧就搞掂噶啦，即系出院。但系你估下条蛇点样？
有一条蛇咧就不幸咧就咬鬼咗落去嗰、那个吓隆、啊、胸嗰、那个嗰啲部位嗰度，嗰只胶袋啊，咁啊一咬落去咧就成口都系只胶，可能吞咗落去定点啊，又或者有啲化学物咧，咁结果咧反倒咧条蛇咧就中毒挂柴。